都有嘅。如果公司話有啲咩角色係適合我嘅，甚至乎係其他嘅同學仔嘅，咁我相信我哋都會去去拍嘅。咁但係就我話私心啲啦，都想唱歌行先嘅。咁啊，然之後就到時先算啦。可以一齊噶嘛？我就拍劇啊，唔好諗喎，因為我自己都應該對呢個都冇乜天分，但係就。如果有個，我都唔知道自己會做啲，即如果有咩角色俾到我先啊？有嘅，我都，因為我睇過人哋拍戲，就唔係好難原來，所以我自己如果俾咗我咧，我就唔係咁易對我嚟講，所以交俾呢個導演啦，呢、這個導演就更加。哇！我期待㗎，我真期待㗎，係啊！我成日即之前一路都係拗緊啲導演，喂，俾個過鏡角色嚟啊，咁樣都好啦。係。咁啊，希望而家有機會啦，係啊！即劇我就未接觸過嘅，即你話電影可能個流程接觸多少少，但係我相信劇係會再新鮮啲，即再 fresh 啲啲嘢，可能會係咯，即時啲刺激啲嘢，我相信係。絕對有，你可以拍個回家嘅飛字，冇接觸啊，唔知道你入到去又唔係咁噶啦，呢啲入到去認真嗰陣時候就搞笑唔到噶，所以想咪拍愛回家咯，愛回家，係啊，做啲真人 show 正啲啊，就真人 show 冇得 retake， 嗰啲又正啲，拉係咪拉？係咪拉？係咪拉？